Are you ready? 大家一直好奇这个零式回旋球怎么发，来，今天一分钟教会大家发零式回旋球。首先咱们握拍，这个大拇指跟食指捏住球拍拍尖的这个位置，三个手指弯来弯去，这样的话手腕会更加的灵活。然后我们触球，大家记住了，一定要接触球的底部，往你的这个位置前面去接触，然后手是勾起来的啊，这样的话触球拍的上半位置，它的球会更加的旋转更强烈。然后我们的第一跳要往球台的靠网的位置去靠啊，发球的时候动作不需要太大，只有在触球的瞬间手腕手指有一个大瞬间发力的向上啊，或向上往回去勾，这样的话球才会发得又快又转又短。这个零式回旋球呢，建议大家平时娱乐，以娱乐为主用就可以了。当然对付咱们一般的业余球友偶尔发一下它也是可以的。顺便问大家一句，你觉得这个球在比赛当中允许用吗？